以我看，你应该能无所顾忌地去更多、更广阔的地方才对。 诅咒吗？你身为王朝最尊贵的神域祭司，只需要代为传达神明的旨意就足够了。先静观其变吧。 有时候过于敏锐，并不是件好事。
奉劝你一句，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发呆。原来如此，你信神啊？不过很可惜，看起来神并不会保佑你。看你的样子，没记错的话，是阿亚那神庙的神谕祭司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在担心别人之前，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深更半夜在城里闲逛，比起遇到阴损的亡灵，更容易碰到缺德的恶人。回去的路上，记得小心身后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想你大概已经猜到了吧。不过，希望你回去之后，也能像现在这样守口如瓶。这也是为你着想。毕竟无论你向谁告发，都不会有人理会。诅咒的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？你们是想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吗？哎，就是啊，前几天我家附近又有人失踪了，祭司大人呢？我要见祭司大人。大人来了，
侍卫长，你还准备看戏到什么时候？侍卫长，你还准备看戏到什么时候？肃静！诸位王城的子民不必惊慌，我在此代为传达来自法老的神谕。七日后，吾将亲自主持祝祷仪式，自此，所有诅咒都将不攻自破。这次仪式，祭司大人也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所以还请您随我们走一趟。太好了，如果祭司大人在场，那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是啊，祭司大人一定会保护我们，保护艾亚娜王城的。带人的工作交给我就好，还是不麻烦你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过去吧，祭司大人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受法老所托，带领祭司大人前往沙漠神殿，进行仪式最后的准备。为了方便称呼，你可以直接叫我夏燕。一直盯着我看，是我的样子很奇怪吗？千万不要以貌取人而放松警惕。只要我愿意，下一秒就能让撞破我真面目的你身首异处。
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会对你动手，只不过难得被人小看，所以稍微和你开个玩笑而已。祭司大人，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对你说，无论向谁告发诅咒的真相，都不会有人理会吗？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那些失踪者究竟去了哪里。给他们冠上各种子虚乌有的罪名而下令处决，这本来就是法老的旨意。你是这么想的吗？法老是不会见你的。没错。你的意思是，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，还自愿跟我走？那就没办法了。祭司大人，请用圣礼酒。酒？又是法老。这种东西多喝伤身体，而且现在这个节骨眼下，还是不要饮酒比较好。毕竟，我可没准备什么豪华的马车，只能麻烦你和我一起步行去城外的神殿了。是祭司大人，居然能在集市遇见祭司大人。祭司大人好啊，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。
你之前都不出来走动的吗？怪不得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崇拜鸟类吗？对，所以祭司大人，你既然自诩是神的使者，为什么要将自己关在狭小的囚笼里呢？依我看，你应该能无所顾忌的去更多更广阔的地方才对。真没办法，作为跟着我走了这么多路的犒劳，我请你吃些东西吧。给，尝尝吧，这是刚刚出炉的炸豆丸子。抱歉，差点忘了。既然是祭司大人，平常在神庙里，衣食住行应该都有侍女帮忙。不过，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你就稍微将就一下吧。难道又是因为规矩吗？这里不是神庙，稍微做些出格的事情也没有关系。倘若神明真的怪罪下来，那么诱导你做这件事的我，才是当之无愧的罪加一等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更没关系了。来，张嘴。看吧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哎，慢点，小心烫。
怎么了？感兴趣的话就去看看吧。没关系，反正已经快到了，在仪式过后估计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，所以就当作是一种留念吧。这不是祭司大人吗？刚刚就听说您难得出现在集市，没想到居然被我碰上了。来来来，随便看看，要是有什么偏好的香味也尽管告诉我，我来帮您挑。怎么了？又在想什么？放心，你尽管挑就好，不需要有什么顾虑。我身上的味道，不行，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。没为什么，别盯着我看了。不用道歉，不关你的事。如果祭司大人您拿不定主意，要不就试试这种叫做奇匪的香料吧。它是由桂皮、甘松等16种原料以及品质上乘的蜂蜜与葡萄酒浸泡后制作而成。这个名字还有种特别的寓意，欢迎来到神的身边。作为神的化身，法老所守护的城邦，这是最适合阿亚纳子民的香料了。
前面的人等等，能不能给点水喝？我急着赶路，快撑不住了。你别去，我来。给。谢谢。差不多了吗？谢谢两位，我先走。慢着。什么？比起走，你更应该做的是回你该回的地方吧。从衣着和状态来看，你分明是负责建造金字塔的工人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，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想回家。求求你，伟大的太阳神，求求你救救我！现在放他走，也很快会被抓住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早些乖乖就范，还可能有活路。明明是生者，却整天忙碌着与死相关的工作。祭司大人，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？你要记住，这是反面例子。在逃跑之前，一定要把身后的威胁都处理干净，不然所有的努力迟早都会功亏一篑。当然是为了防止你之后白费功夫。
稍微吃一点东西吧。这里就是终点了。先好好休息，适应一下环境吧。最近几天的生活用品我都让人准备好了。之后有关仪式的事我会全部告诉你的。因为自从进入这里后，外面的世界就和你再也没有联系了。如果从结果来看，确实可以这么说。但他真正的目的远没有那么简单。法老想通过这场仪式，进一步拉拢民心，巩固自己的统治。当朝法老并非是依靠正常的世袭继位，这其中的过程扑朔迷离，以至于就算民众深信法老是神明的化身，但他的威望却依旧远不及身为大祭司的你。这种情况并不利于长远统治，再加上日益繁重的劳动，民众的心里已经逐渐产生了质疑，所以法老才急需这么一场仪式，加强所有人对自己的信仰。法老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首先以恐惧使民众屈服，然后再亲手拯救，最后给予他们一个遥不可及的希望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恐惧是诅咒，拯救是这场会驱散诅咒的仪式，而最后的希望就是你。没错，是深受民众爱戴，在法老眼里充满威胁的祭司大人你自己。他会在民众面前赋予你进入芦苇园的权利，并以此承诺，这种殊荣往后也会给予最忠诚的信徒。跟我来。除了帮法老去执行那些见不得光的任务外，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之一。
之前你似乎很喜欢这种香味。但是在这之后，你还会抱有相同的想法吗？传说人在逝去后，灵魂仍然会依附于身体，只要妥善进行防腐保存，有朝一日就能死而复生。这就是进入芦苇园的方法。没错，所以对于法老来说，这场仪式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除掉你。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？这个过程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为了防腐工作，首先这里会被遥控，然后是身体的其余器官都会从腹部的切口处被取出来，最后留下的只有心脏，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心脏是智慧的象征，在往生之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但是在这些过程都结束后，你觉得就算留有心脏，它还会再次跳动吗？往生的世界，芦苇园，神，这些真的存在吗？你相信吗？祭司大人，虽然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但我希望在这最后的时间里，你至少能好好看清这一切。
神会庇佑于你。想要活下去的话，那就逃吧。对了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起匪这种香料从前曾被用于各种仪式上，所以在这些复杂的原料中有一种就包含有轻微的麻醉与致幻功效。祭司大人，您可得小心些，使用的时候千万别用量过多或者不小心入口了。你要记住，这是反面例子。在逃跑之前，一定要把身后的威胁都处理干净，不然所有的努力迟早都会功亏一篑。你别靠这么近。抱歉，我知道你能做到这一步一定非常不容易。我也没求你放开我，
没有钥匙。是真的，那些门本来就没有锁，甚至也没安排固定的守卫。你不知道，只是因为从来没试过而已。等等，我之前对你说过吧，一定要把身后的威胁都处理干净，不然所有的努力迟早都会功亏一篑。所以你不准备动手吗？是吗？顺利逃出去后，以后记得不要再这么心软了。这样就好。赶紧准备准备上船吧，马上就要启程了。放心吧，小姑娘，我们是正经的商人，可不干贩卖人口的勾当。而且既然你已经答应替我们打杂，那这就是笔有来有回的交易，也不必觉得亏欠什么。实在不放心，我这有把防身的匕首，你在旅途过程中都可以带着。
有时候过于敏锐并不是件好事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崇拜鸟类吗？对，所以祭司大人，你既然自诩是神的使者，为什么要将自己关在狭小的囚笼里呢？依我看，你应该能无所顾忌的去更多更广阔的地方才对。这里不是神庙，稍微做些出格的事情也没有关系。倘若神明真的怪罪下来，那么诱导你做这件事的我才是当之无愧的罪加一等，不是吗？赶紧上船，小姑娘，上船呢！你果然在搞小动作。那天之后，我特意命人去调查过，所谓的坟堆里根本就没有尸骨。法老让你处理掉的那些人，究竟去哪里了？司大人，他去哪里了？与你无关。哼，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我就代替法老。小心！Thank you.
没事吧？放心，他还活着，剩下的我来处理吧。见到你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。台子上这些是你带来的贡品吗？你看起来好像又受伤了，痛不痛？过来吧，我替你上点药。我还在跟着老师学习，算不上是正式的祭司。不过看你经常陪我聊天，还带来炸豆丸子的份上，我会尽可能帮你的。和我说说吧，你究竟有什么愿望？我知道了，想要活下去的话，那就逃吧。不会的，因为神刚才对我说，他听到了你的愿望，所以他会保佑你的。而且，他也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。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你新的栖身之所，可以安心随我学习。因为神明眷顾于你。Thank you.
我先前觉得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或许是件好事，但事到如今，有些事还是回忆起来比较好，比如曾经的求生欲。因为自从那天起，我就不信神了。我无法理解，如果神明真的存在，在那么多次的祷告之后，为什么始终都没有帮你？究竟是你不够虔诚，还是他们不够仁慈？亦或者是，所谓的神明根本就不存在？我反复思考着这个无解的问题，最后做了一个决定。无论他们有没有听到你的愿望，至少我听到了，那就由我去实现。你想救他，但是你要如何去救？那些孩子都是法老从各地征选而来，虽然常常戴着面具示人，样貌难辨，但是数量上每天都有人进行严格清算，若是少了一个人，很快就会被发现。那就由我来代替他吧。我们年龄相仿，即使性别不同，候选者足足有上百名，也不会有人过于在意的。胡闹！我培养你，可不是为了让你去做这些事的。可是祭司大人，如果我坐视不管，而他真的在往后某一天的训练中负伤离世了，那么我不仅不会信神，还会开始嫉恨他。怀有这种想法的我，已经无法再继承您的衣钵了，所以求求您了。或许是我的身体素质过硬，天赋异禀，虽然训练期不晚，居然也靠着超乎常人的求生欲勉勉强强坚持到了最后。如果知道最后还能见你一面，那么刚才我肯定会反抗的。距离仪式开始还有段时间，赶紧逃吧。这段时间蛰伏在海岸边，等待下一本。别开玩笑。去解决。法老即将莅临，请问您还需要多久？已经在准备了。祭司大人他……祭司大人已经安息，不许打扰他。
是，是。你做什么？别吻了，你不觉得脏吗？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这种香料的味道是在进行防腐工作时沾上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对你来说，这太冒险了，我不放心。晦气，你还活着呢。内容我已经想好了，待会儿就写。结束后再告诉你，所以一定要平安无事。祭司大人，那我就将小法老带回去了，他还有很多事物要学习，如果不是吵着闹着要来神庙，算了，不说了。祭司大人，我不懂您的意思。我依旧听命于法老，不然
今天就不会带他来找您玩乐了。如果您被信任是名义，那么作为神的化身，前任法老之所以会轻易殒命，或许就是天意。这些都不是我能左右的，况且真正的罪魁祸首早已暴毙狱中，已经没什么好深究了。时间紧迫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听起来侍卫长真是打心底里对我的暴毙身亡非常满意。没关系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只不过有关那个侍卫长，还有那个整天不学无术的小法老，你以后还是少跟他们来往比较好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些歪点子来陷害你。也对，那你以后记得多依赖我一些，比如现在。昨晚整整一夜，你都在处理前任法老留下的烂摊子，都没有合过眼。难得空下来，就安心睡个午觉吧，我会守着你的。那些纸卷待会儿我会捡的，就先随他们去吧。没想到你还留着。等到一切都稳定下来后，我们就去海对岸的国家吧，去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愿你如同自己描述中那样，坚强地活下去。当你厌倦之时，我便也就此停歇，与你一同沉入永恒的故乡。忙完了吗？看来我终于有机会和你独处了。一直盯着我的胸口看，是对这个挂坠很好奇吗？这不是为了保佑自己，而是从前为逝者进行祝祷用的，习惯后就一直带着了。不过事到如今也没什么用了，
是不是摘了比较好？是吗？既然你喜欢看我带着它，那就不摘了。为了避免被人看到脸，偶尔出门时会带，不过在你面前就没这个必要了。还是瞒不住你，这是我趁着厨房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去做的。毕竟以我现在的情况，不是很方便再去集市上采购，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。怎么了？看你的表情，是不是很难吃？我才不愿意，因为我非但不觉得无趣，反而觉得现在这样其实也不错。嗯，真的，没人知道我还活着也好，这样正巧能省去一些不必要的交集。况且，正因为我孑然一身，你才会像现在这样，时时刻刻都惦记着我吧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和谁在交谈，都会记得还有我在等你。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到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独占你，把那些来打扰我们的人都赶跑。我都忍耐了这么久，稍微幼稚点也情有可原吧。而且我也希望，在卸下身上的重担之后，你也能在我面前更加幼稚，更加恣意妄为一些，好吗？